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트롤 전쟁이 시작된다. 晋级了吗？晋级了就是。 要是晋级了，那我们屏幕上方现在就应该改掉了，兄弟，我就应该下播了。没事儿，小小晋级赛，不足为惧。上把骂我的是梅因，不是螳螂。 梅因也不可能骂我。皎月大爷，学个 Q。 其实可以那啥，你为啥一级学个 Q 啊，哥？我已经很久没跟人打过下路了，我根本不知道现在下路生态链是什么样。 哎呦我是屎没拉出来是吧？我就给你插个眼儿啊！ 其实三级能打，我们前期还是很猛的。 卡一波冰线，你这耗我没用，我这能回血。 谁force他不拉的了？双杀，下路不干架呀！我们是不是应该干一波？你们觉得呢？ 这给我打的，我天！这给我打的，差点没把我打死。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这么猥琐吗？
穷的。薅着呀，咱能不能就是蓝量少用点儿？没蓝了，这薅着，那啥挺厉害的，补刀挺厉害，其他的不太行。你咋不补车呢？这谁的传送啊？哎呀我！哎呀我！看看出点啥啊，来个钢铁烈阳之匣吧，上路还单杀、不是单杀啊，就这呗，就这还打上路呢，上路玩的确实是可以啊。零三幺，零三幺，이래봐도계획성있는트롤이라고可以，我发现我这柱子不能太乱放，这柱子还是得等一等，咱们这把出点捡息地，多就主要就是放几个柱子恶心人。这薅着站这么远，点点点，塔下补兵呗，双龙。来个捡息地，내접신맛있는녀석이올라오면좋겠어继续来，再推一波。好，我有六了。卡吧，没事，让他卡吧，他卡不住，没有用。没有眼儿，还打，还打，点信号了，看着没？还打。
线还行，会用闪现。等一会儿啊，这波能打。给我杀！来，婉豪，一个也走不了。再一下，我只能 Q 一下了，哥。全死。阿杜利他也死了。战争已经开始了。 ADC 刚才在逮眼儿，逮眼儿呢 AD。有没有人呢？单杀了，不行啊，打不死啊。051就我也不是一个心太差的人，但我就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不辅助？赛恩能单杀人，虽然我们这辅助也没啥用吧，但最起码俺们跟这耗着，咱没崩，对不对？咱也算是能打。整个破梦眼儿062，你说？真让人难受，真讨厌厌。
我辅助不是康特贝吗？我辅助康特谁的？我辅助康特谁呀？我给谁能康特康特？我给他们的，我给他们都康特了。你看那个笨逼，你看那个，瞅着没？零七二。不玩不行就秒，不想玩就别玩，对不对？我带着那梦魇他妈的打啥玩意儿，他也不能带强攻啊，他给我整个强攻梦魇。哎呀，他不用我给他吸了，能点死人，笨逼谁也打不着。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억제기가파괴되었습니다回我话，说话，请问说话怎么说？说话别当哑巴，说话会不会说话？Talk to me， 啊，说话会不会说话？零八三会说话不？零杠八，怎么像个人呢？零杠八呢？我奶奶玩的都比你好。哇，这赛恩好小啊，小小的赛恩。你顶我吧，我不可能让你走了，我今天必顶你，我一直顶你。我咬你！哎，呀呀呀呀呀！皎月来了！哎的。顶！哎呦我这暴摔，快走薅着我打个鸡，我已是瓮中之鳖呀。给我杀的！